这起地震在南投多处都传出灾情，台十四甲线埔雾公路观音瀑布的路段，大片的落石砸中了路过的车辆，有民众被碎玻璃割伤，落石呢还造成了交通中断。而另外，竹山天梯产业道路有一颗跟房子一样大的巨石是滚落到了地面，造成了上千名旅客受困。竹山通往小半天的头55线有落石砸中小货车，不好在司机幸运逃过一劫。工程车辆在埔雾公路落石现场以最快的速度清理落石，监视器的画面拍下地震发生当时整个路面扬起一大片的尘土，当时在欣赏风景的游客吓得四处奔跑，两部车幸运躲过，但其他车辆就没这么幸运，有的被砸中前挡玻璃，有的被打中引擎盖，还有人被碎玻璃给割伤。碎玻璃下来，然后被玻璃打到身上，然后里面引擎的里面车厢里面有可能大颗的石头在里面，太恐怖了，想到快点跑而已，我只想要快点跑离这个地方而已。另外在竹山天梯头49线也传出好几处崩塌，上千名游客被困在山上无法下山。另外一旁的产业道路，一颗将近1000吨的大石头从山坡上滚落下来，碎成两半，挡在路中央。幸好当时没有车辆经过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100个号，好，这个我马上处理啊。50立方米，安内的差不多800到1000吨的那个重量。接近傍晚，有部分坍塌的路段已经抢通，军方和救难团体赶紧协助游客脱困下山。好，动作快，动作快。那时候是会害怕，就好像又想到921的时候。他先带回去，晚上再来牵车。刚刚这样子走出来，是不是很担心？对。而在鹿谷，头55线通往小半天的路上，一辆货车被落石给砸中车尾，还追撞到前方的厢型车。一辆机车经过时还受到波及，骑士倒地受伤，幸好伤势并不严重。小货车的驾驶也被吓出一身冷汗。上过呀？来上过。头前迄粒撞到着我的脚掌啊，啊，过来就一阵大呀，过来就啥，飞到刮刮呀。另外，在埔里也传出有民众电梯受困，幸好最后幸运解围。从921之后，这是堪称台湾最强烈的地震，幸好南投地区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重大伤亡。